家好哈。那因为九月份呢，是我们那个公路交通部公路总局的那个交通安全月。那这一个月的宣导主题哈，是车辆慢看停，那行人是停看听。那最主要会做这个宣导，就是说让我们的驾驶人在路上的时候，看到马路有行人在过的时候，就以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哦在过马路。那你当行人在过马路，你以为他是自己的亲人，你当然会慢，然后看没有人的话再走。那是有人在走的话，就会停下来哦。最主要是这样。那行人的话，最主要是要求行人哦，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不要以为人家看得到你哦，然后就滑手机就没有再注意。其实你别人不一定能看得到你，所以你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到，这样大家来共同维护我们哦这个行人跟驾驶人的安全哦。以上报告，谢谢。